怎么样？好看。我不是说这个，像不像？啊。啊。我觉得还差点什么。啊？嗯，还差什么？纯汁再加一点，就差不多了。啊，好，那我来。我来吧。你来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你这样的女鬼，我愿意被她纠缠一辈子。油嘴滑舌的土冷子，小林妹妹。八枚铜钱。